our life, man. The winner is HanGeng. 那我身为一个中国人，拿到这个奖，我真的很骄傲。I love China, I love music, I love you. 不要把自己当回事，只是你的工作性质不一样而已。一直都期待出道，最主要就是赚钱，来让父母能慢慢的去，让他们能轻松一些，这是对我最大的一个动力，就这样。一起来欢迎我们的 Super Junior！ 我们都挺有自信，这过了三年，我觉得我们所有人去付出去努力，我觉得挺值得的。音乐一定要动听，各位好，欢迎收看今天的音乐风云榜，我是大佐，我回来了。是的，我回来就几天的时间，这几天的节目当中呢，都会跟大家来分享哈我最近的一些经历，包括呢我们节目的一个主题就是有关于青春的记忆，所以呢千万不要错过。我回来的同时，我在想最近我消失了真的有很长的时间，这段时间大家都在干什么，我的朋友们又在做什么，因为我在拍戏，然后跟大家的联络其实也变得非常的少。我突然想起来有一个人好像最近也很久没有出现了，也不知道他在忙什么。今年四月份他的一个电影上映，然后票房非常好之后呢，他就好像有一点点要隐形起来的感觉。这个部电影的名字叫做《致我们终将逝去的青春》，这位主角呢就是韩庚。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就会跟大家来聊一聊韩庚的故事，有关于他的青春，有关于他的很多一些其实不为人知的一些经历哈。据说在我们的访问当中呢，他也非常的激动，而且访问了非常长的时间，史无前例的一次，所以呢也希望大家千万不要错过了。今天有钱买不到的礼物就是来自于韩庚亲笔签名的专辑《韩庚》，每次说起来都像绕口令一样，如果你想得到的话就千万不要错过了。他是韩庚，首位在 MTV 欧洲音乐奖、KCA 美国儿童选择奖上斩获奖项的中国歌手。我身为一个中国人，站在这里拿到这个奖，我真的很骄傲。单飞前，他以韩国组合 Super Junior 唯一中国成员身份出道，成为首位在韩国出道的中国艺人，晋升超级偶像。如今他拥有千万粉丝追捧，身兼歌手演员双重身份，事业版图进阶海外市场。韩庚义无反顾的青春马上为您讲述。上世纪九十年代末，韩流涌进内地音乐市场，韩国音乐公司的造星范围也开始面向中国，而韩庚以3:1的比例被幸运选中，开始为期2年的培训生生活。真陌生，全身都是韩国字，什么的都不知道，就来个阿尼哈 CEO 都不知道。一直都幻想着要出道演出，我可以赚钱。那时候幻想的我每天什么样的生活？我记得有一次我还挺天真的，给我拍一些照片，宣传照片。我是第一次享受着这种待遇啊！完了回去我就跟我妈说：“妈，我好像要出道了。”我说：“啊，你知道我是什么样？别人跟我怎么样？”就是那样的一个感觉，我好像出道好几次了。过一段时间，我妈过来，怎么样？我说，好像是拍一个宣传片，宣传照片。所以就一直都期待出道，出道就有钱赚了。说我必须要坚持，我要赚钱。其实那个时候我都没有想过，我说我要去做一个艺人，做一个歌手有多有名，做多大的腕儿。其实想都没想，我最主要就是赚钱，来让父母能慢慢的去，让他们能轻松一些。在那时候，这是对我最大的一个动力，就是这样。出道以后就不能演出嘛，因为那个时候我是一个第一个出道的外籍艺人，我所有的法律还没有在这里边很健全，
所以我不能在韩国请你去赚钱广告就等等，因为你没有公司或者什么，那很复杂了，就停止我一切商业演出，有的时候一些活动我参加不了，那我就在宿舍里待着，那是我最难过的时候。你觉得我刚刚的希望出道汪就一棒子给我打没了，这含着眼泪，我真是那一场演出我是含着眼泪跟我的所有的那个成员跳的 Twins 第一首歌，出道第一第一年我的所有的演出费是合人民币4000块钱，我记得挺清楚的，那时候老板给我们奖励每个人150万的韩币，老板呢多给了我150万，就给了我300万，300万韩币15000，所以这是第一笔，15000加4000全给家里，给我妈大部分，给我爸一点，这算第一笔了。应该是2007年，完我回去的时候就跟我妈妈去见面，完我回来了我妈还给我包饺子，那时候我妈的工作呢说不能这两天待着，我找一些工作吧，就去了大众电器去站柜台，就每天站的脚都是肿的，因为年纪也挺大，那脚都是肿的，去卖冰箱，完有一段时间跟我说我要不我去做家政吧，我说干嘛呀妈，你就别折腾了，我说我这还有一笔钱，我说包饺子那咱们做个饺子馆，做个小饭店你还能忙起来，我就把第一笔钱挣了13万嘛，第一笔钱10万块钱就给了他，开了一个极其小的饺子馆。你们的爱是的翅膀给我穿，那个你说好了就常来是吧，然后那个羊肉大葱，知道他的不容易，所以说我要做的事情我也是在想都是挺不容易的。阿姨好，大家都特别喜欢你啊，别的那时候我特别心疼他，因为我没能力，那时候我已经出道了，那有些人还知道我，那时候我就觉得我也挺心酸的，所以那个时候我就对这些东西看得特别淡，什么名啊利益啊看特别淡，我就是看钱，就玩命去赚钱。韩庚义无反顾的青春在异国6年打拼，多年梦想一夜实现，我有房了，我在北京有房了，名利双收为何有此感触，说我确实我真的不想再干了，说我自杀怎么办，面对2010年解约风波，韩庚选择直面回应，输就输赢就赢，什么都不管，失去青春同路人，韩庚又有何感悟？有成员会说，什么万思义啊，什么连狗都不如啊，怎么怎么样？但我相信，他不是真的。韩庚闪亮国际舞台的巨星之路，音乐风云榜马上为你带来。欢迎回来，继续我们好听好看的音乐风云榜。刚刚讲到韩庚出道以后，其实家里的条件已经在慢慢的改善当中哈，真的是个非常孝顺的孩子。实际上呢，我们在照顾父母的同时，有的时候也要来关注一下自己的一个心理的建设，因为生活在变化，世界在变化，我们不能够那么样的一成不变。那韩庚呢，其实他的心态也在慢慢的发生着一些小小的变化，比如说他想去做一些事情，但是可能却发现自己束手无策，那应该怎么办呢？随着日积月累的一个情绪的一个累积，他也在可能是在等待着一个时机，在这个时机当中也会对自己做一些小小的改变。请让我来为你等电影，守护你的骑士，他现在在这里。到2008年前2007年底就开始准备 Super Junior， 是2008年在音乐风云榜出道了，又当了一次新人。从2005年从2005年出道，完了2008年又当一次星，里边有一个 Harry， 周密，魏贤，反正在韩国就是，挺有意思，挺磨练人的，我觉得。
回到中国，我觉得我方便了，我比较舒服了。但唯一累的就是说他们不会中文，我得帮他们翻译啊，因为我是队长嘛，有很多东西我得照顾得很全，什么都得想。然后我不说话，我让他说，但是我就千万不要说错啊。那一年我赚的钱比较多，赚了100多万，我自己拍了2个广告，完就是商演，我给自己买了一套房子，完了给我妈那边有一些什么给了点钱，完了付了第一笔首付，付了70万好像是，向黄奕姐借钱。那时候给她打电话，我说黄奕姐，我现在钱实在倒不出来了。那时候我是怎么认识她，是拍《青春舞台》，关系一直很好。看蔚蓝的天空，有幸福的彩虹，他借了我80万，我说，哦，说黄一姐你太好了吧，真的挺感谢的。就那段时间就把我的难题一下解决掉了，反正是值得，不管付出什么东西。但毕竟现在回头来看，现在就是家里的父母还是都是很幸福的，我觉得他们能幸福，身体健康，开开心心的，这我最大愿望，也实现了。为父母在北京买房子的愿望终于实现，本该松一口气的韩庚却依然纠结。超高人气加之经济状况的改善，让已经尝到走红滋味的韩庚开始改变。应该从2008年吧开始，觉得挺膨胀的，那时候就觉得，哎，我是明星了，很多人都认识我了。那人家有偶像的包袱，朋友在我旁边说：“你知道你变了？”我说：“我变成什么样？变成像一个暴发户。”当时啪，就像一雷打了我一样，就躺在床上我不睡觉，我就在那想，我说怎么着，我怎么是这样。所以那时候就慢慢提醒我，以后我就挺注意我跟朋友在一起的一些状态，你跟他们其实没什么两样，只是你的工作性质不一样而已。尽管心态上已经趋于平和，但在韩庚心里，韩国音乐公司对他演艺事业的限制还是让他无法释怀。重复性的演出已经让韩庚找不到当初的快乐。我离开最大的原因就是我工作不开心，因为跟他们沟通过，说我真的很想做演员。那时候是出了第13张专辑吧 ，Sorry， 就像现在的 Come Dance Style 一样。在那个时候，就是我说我就结束了，我可不可以去学习一下？我去想去进修，我想学习英语，或者你不让我拍戏，我学英语行不行啊？就那时候工作状态，整个人就把自己也封闭掉了，任何人我都不想去说话，工作我都不想去，由于觉得有点自闭症。有人去拍戏了，那为什么我不能呢？有人也拍广告，为什么我不能呢？那所有的法律已经全部都可以让你签10个公司可以去拍广告，为什么我不行呢？我是很多事情我闷着不说，但会积攒，一下就爆发，就会，挺可怕的。就后来后期的时候，电话就每天都打，可能随时都打。他回来，他一走，一下飞机他就打电话，也没什么好说的。但是他就，可能就是给朋友打个电话，给家人打个电话，他就觉得舒服了。最终有一天，他就，韩国自杀率很高，一人，然后他突然说：“那有天我要自杀怎么办？”就他说完这话以后，你就觉得事情是很严重了，只是我们没有站在他的角度去想这个问题。那时候我就觉得我的心理状态已经不对了，已经坚持很长时间。那我说我如果我要真像他们，我自杀怎么办？我已经什么都不想要了，名利对我一点都不重要。后来我当老师的，我怎么都能活，做一个工作室，我懂工作室，也有可能没有说现在的比现在生活那么好，比那时候生活那么好，但是我觉得我开心，我工作开心。2009年12月21日，对 Super Junior 艾玛而言，只是他们繁忙工作中的普通一晚；但对韩庚来说，平静的外表下却酝酿着一场即将令媒体及歌迷都为之震惊的计划。谁也没有想到，这次就是 Super Junior M 的最后一次同台亮相。
我记得挺清楚，我演完出来每个人看了一眼，跟工作人员，我走之后我还挺淡定，我说那个我的身份证还在公司里，我说哥，我今天我要拿身份证，我妈妈要用我的身份证，说那你明天再拿吧，我说明天就赶飞机，不是都还回韩国了吗？我说你今天你给我，你给我，我马上得送过去。半夜一点了吧，十二点就一点了吧，我就说我就必须拿到，必须拿到。经纪人呢，我说你说韩哥这怎么有毛病吗？这么晚还拿上？那天是演完出，第二天我要赶飞机，我要去韩国。去了韩国，我什么时候再回来？我说那时候就什么也不想了，我只想赶紧离开。那时候我在韩国就跟间谍一样，我从银行拿到我所有的那个流水，去医院拿我的资料。我偷偷的拿些资料去了韩国的律师事务所，给那律师把我所有的东西，就每天我就抽时间，我看今天下午四点有课，我现在两点回家，我两个小时能不能完成这个任务？我就跑，你知道吗？就是赶时间拿到东西赶紧回去，不能让公司怀疑。我就跟乐乐那打电话，每天都打电话，我说我准备什么东西啊？我准备好了，能送到哪儿？送到哪儿？就我感觉我都干的最大的一件事儿，怎么能这么做？以前我就特别乖，不会去做一些违反规律的一些事情。刚来北京的时候住在这儿，是这个楼吧？在北漂那一年，我觉得是对我青春的最大的一个转折，最大的一个变化。The winner is。HanGeng， 那我身为一个中国人，拿到这个奖，我真的很骄傲。I love China, I love music, I love you。不要把自己当回事，只是你的工作性质不一样而已。一直都骑在车，最主要就是赚钱，来让父母能慢慢的去，让他们能轻松一些，这是对我最大的一个动力。就这样。一起来欢迎我们的 Super Junior。 我们都挺有自信，就过了三年，我觉得我们所有人去付出去努力，我觉得还挺值得的。最后的结果其实各位也已经看到了，就是韩庚呢其实选择了跟韩国的音乐公司来解约。那么在2010年的四月份，在那天，因为那天我也在现场，我终于看到了他，然后看到他其实是很轻松的感觉，因为在那个时候他终于可以一个人出来做一些自己想做的事情了。在2010年的四月份，在我们音乐风云榜的舞台上，我们看到了他单飞的首秀。从此之后呢，他终于可以开始拍戏了，事业的版图呢也可以越来越大，世界呢也越来越辽阔了。那与此同时呢，我们也看到了一个全方位的立体的不一样的笑容，更多的韩庚。解约风波后，韩庚重新签约新东家，尽管人员配置略显单薄，但韩庚与他的团队对未来的演艺道路依然充满信心。确实挺难的，那时候公司刚刚起来，就是公司还不到10个人左右，那我们就这个组呢，我们就几个人，4个人，加上我的助理，加上我的4个人，都在很努力，都有希望，我们都挺有自信，就出了更新第一张专辑。2010年首张专辑发行后3个月，韩庚一直以来的演员梦终于实现，与徐熙媛、吴尊合作了电影《大武生》。拍的第一部电影就是《大武生》，这回顾第一部电影。我在进组的3个月前，我跟一个老师学的京剧，学的枪和刀，我一定要证明什么给大家看，我说我可以演戏。那是第一次走红毯嘛，旁边有很多歌迷，那时候我感觉我走红毯我都快哭了，就是首映，因为我第一次能实现我自己的愿望，我说我拍了一部戏，我拍了这部电影，电影就开始放映了，我跟所有演员导演去走红毯，我真的兴奋得真的快哭了。
年，韩庚与首次当导演的赵薇合作，出演电影《致我们终将逝去的青春》，临近一角。Hello， 大家好。也有很多人就是疑惑了，能不能演，能不能当演员？其实呢，我希望能给大家也证明说我可以去演戏。因为我这个角色的时候，确实给我的本子的时候，角色没有那么特别的多，但都在后期嘛。但是给我的挑战，说台词也不是很多，但对我的挑战也是挺大的。我觉得我就想试一试，从中能学一些更多的东西，因为毕竟我才拍了一部戏嘛，那这部戏我想去吸收一些经验，跟一些大的导演还有关导也在旁边，还有其他演员，我能互相能学到很多东西，所以我才决定拍这部戏。在此之后，韩庚演艺事业的发展方向逐渐向欧美市场拓展，陆续开始与大制作影片合作。这次是参加那个《变形金刚四》，去演一个角色，这是我第一次吧，和好莱坞的合作，我挺激动的，还挺开心的。第一个问题我就选英语，接到这个电影的时候，我第一个想的就是英语。现在我也在努力在学英语嘛，有的时候我学英语，我希望是在拍更多的一些大的导演。在好莱坞或者去其他的一些有机会的话，我想拍一个更多的这样的电影。Today what we're going to do is we'll review a little bit from some things before about this man. How can we ask the question? He is his. His. I have taught him for about almost a month. He speaks English well. He learns very quickly. 每次再去回首去回想青春的时候，就极其开心。不管你做错了，做错了什么，不管你是遇见了什么，我觉得在那个时候其实都是正确的。青春嘛，就是义无反顾的一个成长。好了，接下来时间呢，马上就要提出今天有钱买不到的问题了，各位请听好了，今天的问题肯定是跟他有关了，你已经猜到了，就是韩庚在2010年那个时候啊，他复出的一个首秀的舞台在哪里呢？是哪个活动呢？对，那个时候我也在哈，给你们一些提示，然后跟一个年份有关系，好像整整10年，是什么活动？如果你知道答案的话，就赶紧用手机登录我们音乐风云榜的客户端去那边回答问题。我手里拿的来自于韩庚亲笔签名的专辑《韩庚》。每次都是绕口令，就是属于你的了，所以呢，千万不要错过。看冰层破开，春天即将到来，我的盛世超越你的期待，挥舞狂草不惧姿态狂秀，让我狂草写一页新的时代，我挥舞那狂草像那黑白都分开，潇洒狂草